这是什么丸子呀？萝卜猪肉卷。萝卜猪肉做的丸子。哎，我跟你说这个了，你要不上各地转转，你还真吃不到这东西。区域性很明显。对，区域性非常明显，搁点姜，搁点葱花。我们那边就是只是豆腐丸子和萝卜丸子。滑丸子，搁上点酱料，猪肉青萝卜，哎，青萝卜丸子，青萝卜还有猪肉，猪肉跟青萝卜炖的丸子，多的丸子，哦，你们这不叫滑丸子，哎，对，啊，所以俺看你这边的是名词，地方小吃，地方小吃，山东全林的地方小吃。小哥，你炒菜炒多少年了？炒了，从干那个时候做生意开始吧，一直炒菜，也十几年了。十几年了，几个兄弟要了几个炒菜，要了个瓜哥酒，嗯，有八斤两吧。几个人喝的？两的，两个人拿三瓶。三瓶，喝定了瓶，给三瓶还没开。这三瓶能喝了吧？差不离吧。你管了是不是正好？你酒量不小哟，一般。你酒量大还是胆量大？啊，酒量也行，胆量也行。我煮的这瓜哥酒口感怎么样？还行。口感是什么样的？口感怪好。这个甘甜。还搁点香油。这一碗是多少钱呀？十块钱。十块钱。十块。十块钱。哎。值不值吧，兄弟们，你们说，满满这么一大碗，十块钱，花丸子汤。丸子纯手工做的。这丸子还是纯手工做的。哎，对。好啊。机器没法做。够功夫钱吗？你们说。这大哥拿了一瓶走了。这个大哥喝的也是瓜干酒，完又弄碗羊肉汤。从哪过来的大哥？庄庄。庄庄。